打麻将时看见这种小黑点，你认为正常吗？啊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看看，认为正常的朋友就已经上当了啊！比方说，这个就是四万，九筒，五万，一筒，八条，七条，这种不是牌脏了啊，是别人在这个牌上做的记号。早了解早知道的朋友，你就知道去预防，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。他们就是利用这个魔术膏做的记号，这个魔术膏不容易擦掉。我们普通的人就不认识这张牌，然后作弊的人他就知道，因为他这里打上记号了，他知道这是三筒，所以我们一定记得啊，看见这种小黑点的，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，谨防上当。